Hello， 歡迎收睇多咗網上電視《世界日報》，我係主持劉瑞安，我阿當。黃炳宇。Hello， 又一個禮拜。係啊。世界日報》就係每逢禮拜一晚上10點至12點喺多倫多網上電視www.toronto.tv.lg/channel2 直播。咁重播咧就會喺第二日嘅第一台嘅。今日有咩節目啊？我哋平日即個個禮拜一都有嘅，就係、是。每週時事評論啦，同埋一週財經評論，咁有 Calgary Update， 係啦，咁啊加上我哋最近嘅新嘅節目叫《論盡世界盃》，啊，咁而今日最後咧會有一個叫 Holistic World， 係一個即係話另類嘅醫療展覽，咁啊帶俾大家，咁我哋許許廣告，轉頭翻嚟咧就係每週時事評論。演唱会全新制作，极具创意的音响灯光效果，由展艺专业音响及制作有限公司主办。张伟文0606最好听演唱会将于6月24日至25日星期六日晚上8点整，加座 Hilton Street Ballroom 演出，特别嘉宾罗文庄小姐，票价72元、88元、108元、128元。售票地点万锦广场，逢星期一至日；太古广场，逢星期五六日。票务热线416-312-1268。我哋今日咧就講四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講人頭税，人頭都有税啊。就係加拿大嘅head tax 啦，人頭税嘅政府終於都正式咁啊開住啦。響今個星期四就即係政府咧，即係呢個哈珀政府咧就正式響個 parliament 度就 apologize 啦。咁咧就有而家咧就係有一班即係嗰個有班人組織咗咧，就係有架火車由溫哥華直嚟今日咧已經嚟到多倫多啦。今日到多倫多。咁咧再加埋多倫多啲人，咁啊直去渥太華。係。咁咧就喺星期四咧就出席呢個公開嘅。反之旅啊！佢哋係啦。反之旅。咁有幾多人到啊？今次呢個平反之旅。我諗都有成。100多-200多人，okay。 其實咧呢樣嘢，我認為咧，佢正式道歉咧，就係我諗一定做到啦。而家個問題咧，就係政府仲未賠償佢，就係賠錢啊 ，compensation 啊，係啊，就究竟係賠，即係佢都會賠償噶啦。而家睇咧，就係究竟賠唔賠俾，即係佢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嗰啲人，後人嚇。因為點解咧？而家剩翻嘅，即係要俾人頭税嘅嘅人咧，剩翻咧唔係好多個。咁所以究竟即係尤其是即係而家好多啲即係嗰啲推翻人頭税嗰啲即係個族團體咧，都希望咧係第二代即係都可以有賠償。咁所以咧就係個人咧其實就睇緊究竟點樣即係賠償嘅方案，睇係咪響星期四度會再會講出嚟，或者再遲啲先至。即係公佈係。咁我哋咧，第二樣咧就係講下，即係嗰個 Caledonia 嗰個嗰件，即係啲原住民嘅示威嘅。
而家咧就係安省上個星期五咧就係已經去咗法庭咧，就即係就其實好即係幾個律師，即係幾方面嘅律師都想贊成咧，就係安省政府咧就係俾錢買咗嗰塊地，即係嗰塊起緊屋嘅地，就將政府一從嗰啲即係起咗承建商咧就買咗佢。咁但係咧，即係響呢響星期五咧，佢就冇公布話幾多錢，只係咧就係即係響法庭度咧就話咗個律師個個都贊成咧，就係、是、省政府買咗嗰塊地。咁其他啲咧就冇知道點樣啦。但係如果佢買咗呢塊地咧，咁我諗咧就係佢希望舒緩咗呢個即係即係幾邊嘅人都唔使咁咧，即希望咧就我諗嗰啲。即係所有的示威咧都冇咗啦，咁咧然後慢慢先商討究竟點樣同啲原住民商量點樣做呢啲事，因為點解咧？其實咧所有嘅呢啲方案咧，就係由一定要由聯邦政府、省政府同埋啲原住民嚟即係三方同意，三方有嘅。因為點解咧？原住民咧，即係啲 native 咧係聯邦政府嘅責任嚟，係冇錯。咁但係咧地咧就係屬於省政府。所以究竟怎樣賠償呢，就是一直都有聯邦政府 要出大部分的錢的、okay. 但是呢現在呢、就是、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哈珀政府呢、就是、以前呢就自由黨政府呢多數呢都會聯邦，現在哈珀政府呢就完全不肯聯邦、就是、所以呢他連在因為在那裡、就是、在 Caledonia 那個選區那個即係嗰個聯邦嘅 MP 都係咧，係保守黨嘅人，但係佢而家變咗反而唔敢出聲啦。就是因為保守黨唔肯買聯邦。咁究竟買咗之後再商討，究竟聯邦政府肯唔肯點樣處咧？咁因為點解？如果你冇聯邦政府嘅 involvement 咧，啲原住民會肯應承？因為點解佢一路都唔肯直接同啲省政府調和嘅？而且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就算我話買塊地咧，雖然我未講公司啊，啲承建商下頭話咧，嗰塊地而家佢即係已經係開始起屋咧，會值咗幾千萬，即係四千萬。咁究竟個幾多錢咧？我就但係即係我唔知道，唔係佢即係響法庭度梗係講咗，但係冇公布出嚟。咁第三樣嘢我哋講下咧，就係 avian flu。在 PI 即係響愛德華王子島飛咗嚟 PI 啊！琴日佢咧就唔係佢咧就話咧就係有幾隻雀仔，就係有咗 H5 即係佢未知道係唔係 Man 嘅 OK。因為 H5 咧，其實咧響安省已經試過，即係響其他省份都有。因為 H5 嘅禽流感咧一路都即係根本上唔存在㗎啦。OK。咁但係咧佢就響 PI 咧就揾到。因為一路咧，啲即係好多啲上世界嘅即係專啊，佢話遲早都會嚟到北美洲， okay. 即係唔驚咧。即係啲樣嘢，雀仔會飛啊！但係其實咧就即係咁樣，我唔知道，因為佢我諗係要喺啲島度停下先得。因為點解咧？啲雀仔即係如果係 H5N1 嘅禽流感，啲雀仔咧係即係如果有咗之後咧，多數幾日內就會死嘅。咁過唔過到嚟？咁樣過唔過到嚟就係咁。即係問題，但如果喺中途停啊，即係咁樣可以過到嚟咧，咁啊另外一件事，即係停站啊，停下站咁，嗰度再傳下咁，咁即係，但係咧佢就要再即係，因為 H5 咧就係其實幾普遍，但係因為如果係其他種嘅 H5N 嘅其他啲嘅類咧，就冇對人類咧嘅傷害唔係好大，係即係因為淨係 H5N1 咧。呢、這個特別嘅變種就咁樣，即係佢咧就會對於即係人而家直至而家咧係人嘅死亡嘅率咧有40-50% 到，如果一感染到咧就發覺咧就有40%，即係嗰個 death rate 好高啊！係啊，咁但係咧佢就要仲要即係遲多幾日，即係再我諗要嚟或者安大略省或者去到Winnipeg 嗰度嚟再即係化驗先至可以證實係。好，再落嚟咧就係另一段。最後咧就講一講就係響阿富汗。而家咧加拿大嘅軍隊咧，同埋即係NATO 即係北約嘅軍隊咧，同埋美軍咧，就係一個好大嘅軍事行動響
聽到下嗰度人去同啲大賓又就得。佢因為點解咧？佢而家即係響阿富汗南部，即係響 Kandahar 下嗰度附近咧，嗰啲塔利班咧已經即係有死灰熟練，即係佢哋嘅體勢咧越整越大。咁而家咧就係、是、即係我諗 NATO 啊，即係北約啊，同埋加拿大啊，同埋美國咧決定咧就要將佢嘅軍事，因為佢成用成萬幾人，連埋阿富汗軍隊有成萬幾人咧，就即係向隔 Kandahar 下南下，即係佢響另外咧，佢就會起一個。即係佢話係一個 permanent 即係嘅哨站，就響大約我諗幾百公里即係以南嘅向 Kandahar 嗰度，希望咧就成日駐兵喺度。但係雖然係好細，但係成日有駐兵喺度，可以咧就希望將嗰個 area 咧就係穩定。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因為點解咧？佢嗰啲 Taliban 成日攻擊嗰啲即係呢啲聯軍嗰啲兵啊、嗰啲平民啊嗰啲咁咧，就搞到。同埋今年咧，另外一樣嘢就係嗰啲poppy seed poppy 咧就好豐收，咁所以話佢因為個 offer 仍然係而家全世界我諗最大嘅poppy 嘅 supply， 咁所以咧就今年就非常豐收，即係好多錢啦咁。OK， 好啦，咁就每週新聞評論就到此為止。啊，咁轉頭翻嚟咧就有一週財經評論。全接觸嘅演唱會全新製作，極具創意嘅音響燈光效果，由展藝專業音響及製作有限公司主辦。張偉文0606最好聽演唱會將於6月24日至25日星期六日晚上8:00，加座 Hilton Suite Ballroom 演出。特別嘉賓羅文莊小姐，票價72元、88元、108元、128元。售票地點萬錦廣場，逢星期一至日；太古廣場，逢星期五六日。票務熱線416-312-1268。一周時事評論嘅事，我哋今日咧就講下加拿大嘅赫斯基油公司咧，即係其實係中國香港嘅李嘉誠嘅家屬嘅一個大嘅油公司咧，係最近宣布咧就響南中國海咧就發現一個好大嘅gas 嘅 find。呢個 gas 咧，佢話咧大到咧就可以。即係供給中國嘅gas 嘅 need 咧 ，for many years 嘅，即係可以直接喺嗰個油道咧就發，即係俾中國，即係可以供曬中國用。咁呢、這個即係呢個 project 咧，其實咧就有一半咧係 own by 即係俾中國嘅中國油公司嘅有一半嘅成。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雖然係揾到呢個 gas find。但係咧就好，據即係佢個報告咧，就係嗰啲 gas 咧係響好深，響海底度好深嘅。咁究竟即係點樣將啲油咧拎出嚟，係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問題嚟嘅。即係我諗 technically 咧就係唔係咁容易做。咁但係咧呢個咧就係即係令到咧赫斯基油公司嘅股價咧就急升，就係因為呢個即係 announcement。咁另外咧就係講下安省嘅能源嘅問題啦。而家咧就安省嘅政府咧就宣布咧，佢哋咧就係會等付資27億嘅錢咧嚟再去 nuclear 啦，即係再翻去核用核能。咁佢首先咧就係話將有幾個已經 mothball 嘅，即係已經將佢mothball 咗嘅。nuclear plan 咧，即係再重修、再起翻出嚟嘅，因為佢有幾個咧，而家譬如響 Pickering 啊，我諗咧有一兩個要 close 噶啦，同埋就算響 Darlington 啊都要 close 嘅。咁佢將其他啲 mothball 嘅咧，佢要再整翻即係開放。另外咧，佢話會起到兩個新嘅核電能廠。咁即係佢冇話究竟。是不是真的，但他說這兩個新的核電能廠就會在，即是不會在 Pickering， 但就會在 Bruce 和在 Darlington 附近起的。他說呢就是要經過聯邦政府的環境的審核。但是呢很多人說為什麼你不經安省的環境審核呢？先呢，這即
佢即係省政府嘅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因為佢應承咧，就係將嗰啲煤嘅發電廠要完全 close down。咁頭頭咧就係要2007年，但係而家咧就佢已經早舊年啦，開已改到2009年，但係而家佢宣布咧就係話唔知道幾時先可以將所有嘅用煤發電嘅發電廠咧閂埋，因為點解咧？佢就話個最大嘅原因咧就話佢唔可以用第二樣嘢嚟將代替咗呢啲煤嘅發電廠。咁所以咧佢就話我唯一可以咧就起個核嘅發電廠。咁而家咧好多啲即係環保嘅團體咧就好反對。其實核能嘅發電廠咧係響而家嚟講咧，是比較上環保的了，但是最大的問題仍然是，因為現在是仍然是就是現在發電行就是個問題，核能的廠呢最大的問題呢就是那些廢料，那些廢料呢其實是一個 nuclear isotope 呢是有很長的 half life 的，就是半就是 half life 呢就是將譬如 一堆那些這樣的有元素一半咧就變成冇即係冇 nuclear 嘅，咁即係話咧，咁有而家佢個 half life 咧，呢啲佢個廢料嘅 half life 咧係幾千年嘅，咁如果你咁講咧，就係話差唔多咧，嗰啲廢料咧冇辦法變成即係完全變成即係冇害處嘅廢料嚟嘅。咁所以咧，就而家未有方法嚟處理呢啲 half life 嘅，即係呢啲咁嘅廢料嘅。咁所以咧，好多環保嘅團體咧係好反對呢樣嘢。咁但係而家安省嘅政府嘅最大嘅問題就係佢話：我哋除咗用核能之外咧，就冇辦法將嗰啲煤嘅發電廠嚟閂埋。咁因為煤咧就係即係煤嘅發電廠咧係最污染空氣嘅一個即係發電嘅方法嚟嘅。就算很多人話嗰啲咩所謂好 efficient 嘅煤嘅廠咧，仍然係即係比較其他種，譬如核能啊，就算用即係煤氣燒煤氣嚟發電啊，都係乾淨過煤嘅好多。好啦，咁我哋嘅講下個上週嘅股市。上週咧，多倫多股市咧係逆跌咗182.75，係11.7.95深市，今日咧再跌多200点嘅，咁咧其實咧就啱啱緊守11,000点嘅啫。咁美國道瓊斯指數咧係升咗122.63，就係11,014.55收市，但係今日咧又跌咗，即係跌低過11,000点。咁 Nasdaq 咧上個禮拜係跌咗，即微跌5.11，就22,129.95收市，今日又係跌咗成，我諗成20点。歐洲股市咧，即係大部分都跌，即係倫敦嘅 Financial Times 咧就跌咗57.8，就25,597.64收市。Frankfurt 嘅 DAX 咧就跌咗88点，就25,376.01收市。咁巴黎嘅 CAC 咧就跌咗73.29，就24,694.89收市。亞洲股市咧就反而咧就係因為其實係星期五一日嘅啫，就跌咗大部分都升。琴日咧因為星期五一日，星期五咧就係成個亞洲咧都升，就係日經平均指數咧係升咗128.5，就係14,879.34。佢星期五一日咧升咗400点，恒生指數咧就升咗213.96，就係15,842.6，又係因為星期五咧升咗成400几点。台灣嘅加權指數咧就係升咗131.14，就26,575.77。新加坡嘅 Straight Time 咧就係升咗36.47，就23,735.91收市。咁 commodity 同埋 currency 嘅排上，金咧就係跌得好緊要啊！上週咧就跌咗32.2，就係2,578蚊收市。油咧就跌破$70，就
跌了一個七毫半，就以69.88收市。今天再跌多些少，就歐元咧就跌到跌咗啲咁多，即係微跌啦，就係以1.2635收市。加金咧就係跌破咗90美仙，跌咗1.36，即係1.36仙，就願意89.09美仙收市。今天再今天我諗升翻啲咁多啦，就日經。日元咧就係、是、即係美元對日元咧就升咗1.17，就係2.1159收市。咁咧財經評論就講到完為止啦。一個近距離全接觸嘅演唱會，全新製作，極具創意嘅音響燈光效果，由展藝專業音響及製作有限公司主辦。張偉文0606最好聽演唱會將於6月24日-25日星期六日晚上8:00，加座 Hilton Suite Ballroom 演出，特別嘉賓羅文莊小姐，票價72元、88元、108元、128元。售票地點萬錦廣場，逢星期一至日；太古廣場，逢星期五六日。票務熱線416-312-1268。一个近距离全接触的演唱会，全新制作，极具创意的音响灯光效果，由展艺专业音响及制作有限公司主办。张伟文0606最好听演唱会将于6月24日-25日星期六日晚上8:00，加座 Hilton Suite Ballroom 演出，特别嘉宾罗文庄小姐，票价72元、88元、108元、128元。售票地点万锦广场，逢星期一至日；太古广场，逢星期五六日。票务热线416-312-1268。一个近距离全接触的演唱会，全新制作，极具创意的音响灯光效果，由展艺专业音响及制作有限公司主办。张伟文0606最好听演唱会将于6月24日-25日星期六日晚上8:00，加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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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lton Suite Ballroom 演出，特别嘉宾罗文庄小姐，票价72元、88元、108元、128元。售票地点万锦广场，逢星期一至日；太古广场，逢星期五六日。票务热线416-312-1268。世界日報，
咁而家呢個節目咧就係 Calgary Update 卡加利速遞啊拍檔黃永源。係。咁我哋喺卡加利咧有個拍檔係 Joyce，Joyce 你好。誒、hey，hello 你好，張 Sir， 阿黃 Sir。咁同我哋啲觀眾打聲聲 hello。Hello，hello 多倫多嘅朋友，世界各地嘅朋友。係啊，世界各地朋友，因為我哋係全世界都睇到嘅。好啊，今日咧就我哋呢個 Calgary Update 啦，即係卡加利速遞有啲咩新消息帶俾我哋咧 ，Joyce。係啦，嗱，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一講嘅咧，就係最近咧，咁我參加咗嗰、那個，其實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啦，就係 Air Cadet 嗰個 Award Presentation Dinner 啦。咁呢個 Dinner 咧，即係點解佢會有呢個 Dinner 咧？因為而家就已經係叫做成年嘅Year End 嘅啦，因為佢哋通常咧都會係喺呢個六月頭嘅時候咧，咁就會叫做結束。一方面咧就係方便，即係俾嗰啲譬如 high school 嗰啲學生啦，咁佢哋要應付考試啦，咁即係足夠時間俾佢哋去温書啊，咁準備未來譬如升大學咁啊。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即係俾佢啲學員咧，直情係有一個嘅有啲嘅 achievement， 等佢知道佢哋攞到個獎啦。咁呢個 achievement 咧 ，achievement 係represent 啲咩嘢咧咁啊？咁我亦都係俾一啲即係有一啲相啊，咁啊俾我哋睇啦。咁其中咧就即係睇到佢哋一個嘅change of commander 咁樣，即係成個 squadron 嘅 commander 咧。咁我就即係睇到佢哋咧就話19歲嘅話咧就叫做結束，即係結業噶啦，graduate 噶啦。咁佢就要將嗰、那個commander 呢、這個即係嗰個 authority 咧就 pass 去俾另外一位嘅。咁啊，你見到咧，即係我覺得係好 proud of 一樣嘢咧，就係話睇到呢啲華裔嘅弟子咧，咁佢哋都能夠係即係作為一個嘅 squadron 嘅 commander。咁你見到嗰個女仔咧嚇，就佢將會係今年咧代表呢個加拿大咧去到英國嗰邊有一個嘅 exchange 嘅 scholarship 嘅嚇。咁呢個可以講都話係即係呢個年。即係未來國家嘅未來嚇、都係靠佢哋啲年輕人嘅啦嚇。咁就即係講，跟住我哋講到第二點咧，就係、是我亦都係啱琴日咧出席完咗一個嘅Calgary 一間最大間嘅古董店，佢係即係仿古嘅又有真係古董嘅亦都有，佢係由中國嗰邊係運過嚟嘅呢啲古董，真係即係俾我大開眼界咯。我覺得這間古董店咧就係好有特色啦。咁我哋見到咧就佢連點解會揀琴日開張咧？都係經過一啲嘅風水大師嘅一位Peter Lau 啊嚇，温哥華過嚟嘅咁樣，咁就幫佢哋擲個日。咁而家請咗一啲嘅嘉賓啦、貴賓啦，咁包括呢個中領館嘅領事啦、宋石柱總領事，咁同埋咧就。有一啲嘅華裔嘅譬如展會嘅代表啊咁樣啊，雷洪森先生，咁即係都叫做係天公造美啦。嗰幾日咧就一路都係落雨喎，係琴日啱啱咧就停咗雨啦咁樣，咁啊變即係你睇到啲相咧，亦都係又即係又有舞獅啊咁樣，咁啲嘉賓又剪彩啊，即係場面都叫做好熱鬧咯嚇。咁呢度即係傳媒咧譬如。華裔嘅傳媒啊，全部都有出席啊，即係都算係好捧場。呢個古董店係賣中國古董啊，定係即係西洋古董？係賣呢個中國嘅古董嘅，係即係有啲包括字畫啦，啲宣紙啊嗰啲嘢啦，係咁佢望到嗰啲咧，即係好舊嘅嚇，咁又再有啲又再即係翻執佢啊，咁同埋咧，又有啲好似啲籠藏嘅咁樣啦。即係好有特色咯，不過我覺得咧，即係呢一喺卡會應該咧係即係好大有作為啦。呢一個咁樣嘅呢間鋪頭。你意思即係話響即係卡會冇類似嘅古董店，定係呢間係最大嘅古董店咧？呢一間咧就係即係華人嚟講咧，對我嘅認知啦嚇，就係即係大間咧，同埋係最即係品種咧係最多佢嗰啲產品咧，即係亦都係。好古典嘅，譬如你我見過有一啲咧係一個專係賣嗰啲舊嘢，即係啲西人古董嘅地方啦嚇。咁亦都有啲西人咧賣呢啲中國古董嘅，但係咧佢數量咧係好有限嘅啫。但係呢一間咧佢就係
第三樣咧，我要講嘅就係話Calgary Stampede 咧，可能你有聽過啦，牛仔節。牛仔節啊，唔係牛佬節咩？牛仔節，佢哋呢度即係Calgary 啲朋友咧，個個都叫 Stampede。係 Stampede 係。啊，咁我哋第一年嚟到嘅時候咧，我都留意到，哇，點解 Stampede 期間個個著曬牛仔衫褲咁樣？其實咧，嗰啲係一個風氣嚟嘅。咁 Calgary 佢有樣嘢，佢做得好成功，即係佢原本咧，佢唔係咁大規模嘅，佢慢慢慢慢。即係整到咧，就係譬如啲啲政客啊，咁亦都係藉住呢個機會啊，同啲市民啦、市民啦，咁嚟到係打成一片啦。係。亦都有好多啲老人中心啊，咁佢哋即係亦會安排呢啲咁樣嘅 Stampede Breakfast， 咁又會邀請一啲政客啊，咁嚟同佢哋即係真係政客嚟到係煮啲早餐俾佢哋食喎。咁煮即係話譬如整啲圍裙啊咁啊。整下啲麵粉喺個個 pan 嗰度嚇，咁然之後咧 ，hamburger 啊嘛，整啲嘅腸啊咁樣俾佢哋。記得 Ralph Kahn 嗰時都上過電視。要㗎，一路即係搞唔去啦，今年唔去啦。一個即係個個都會係咁好熱心，即係佢哋你唔好就算你話大公司啊或者有公司嘅嗰啲即係好高級嗰啲啦，咁佢哋喺做 stand 嘅時候咧，咁佢哋會整即係有啲嘅帳篷啊，咁然之後全部即係好 casual 咁樣。咁啊，又整起啲牛仔音樂啦，咁樣成個溝湖市咧，四圍都係充滿呢種牛仔氣氛，又好得意嘅。幾長咧？其實成個 Stampede 係一個禮拜啊，定係幾日定係點啊？一個禮拜。但佢圍棋咧就係十日嘅圍棋嚇，咁佢係一個即係其中咧，即係最好吸引嗰啲譬如外國啲遊客啊，咁就係喺呢個 Stampede Ground 嗰度咧，咁喺喺丹山即係。稍微係靠東邊嘅位置咧，佢有好多嗰啲機動嘅遊戲嘅，咁亦都係有一部分嘅地方咧，咁又俾嗰啲牛仔，譬如美國啲牛仔上嚟啊玩嗰啲 rodeo 咧，即係着曬牛仔衫，個騎喺只馬度，然之後揾條繩啊穿下咁樣，咁又即係好刺激咯咁樣。如果你要冇翻咁上下技術嘅話咧，真係俾只馬咧真係。即係親啦，啊係啦。佢最聞名就係個 Chuck Wagon Race， 即係用嗰啲 Chuck Wagon 鬥快噶嘛。兩個嘢啦，咁即係好多啲節目係好多。差唔多即係馬車咁上嗰啲啊，係啦。啊，咁即係除咗你話喺呢個 Stampede Ground 嗰個咧，咁每一個 community 咧，佢哋亦都係有呢個咁樣嘅，即係喺佢啲 community centre 啦，有啲咧就喺個譬如 supermarket 大嘅 supermarket 嗰個 parking lot 嗰度。咁啊整個地方出嚟，咁啊免費招待啲居民啊，咁即係嗰個 community 嗰啲人咧就係免費嘅Stampede Breakfast， 咁樣又包埋咖啡啊、茶啊咁樣嚇，即係係好開心咯、啊！即係啲人個個都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假期，即係都好，都唔使做嘢咁樣嚇。呢個係即係 Calgary Stampede 咧，係佢哋交 Calgary 嘅最大嘅 tourist attraction 嚟嘅，即係。一個就係即係。即係吸引啲遊客過嚟咧，咁佢哋遊客嚟到 Calgary 嘅話咧，佢哋會好自然嘅啦，就即係唔差咗去埋 Banff 啊，又或者去埋呢、這個Drumheller 嗰個就係最出名咧，有個好大嘅全世界最大嘅恐龍博物館啊，咁又或者佢哋可以去呢、這個Edmonton 啦 ，Edmonton 亦都有個世界最大嘅商場啦，就West Edmonton Mall 咁樣嚇。咁呢 Stampede 有冇啲咩？有冇啲特別嘅 opening ceremony 或者 closing ceremony 㗎？定佢有煙花咧，其實係喺 Stampede 關嗰度咧，就一定有煙花嘅。opening 又有 ，closing 又有，咁同埋有好多啲啲人唱歌啊、表演啊、啲 performance 啊咁樣啦。係又有抽獎啦，都話即係我識得有個西人啦，咁佢喺三年前咧，佢即係喺 Stampede 關嗰度咧，佢有啲抽獎啊嘛。佢真係抽到間屋喎！抽間屋啊！係啊！間屋嚟係嘛？即係嗰啲公仔屋嚟係嘛？唔係真屋嚟㗎，譬如呢度係假㗎。譬如好多都係咁㗎，呢度啲 home show 佢係嗰個 top price。係啦，即係嗱，佢其實咧呢個機會咧，亦都係俾呢啲人咧啲 business 咧又係做 promotion 嘅。但是你話搞個 Stampede Breakfast 都係一個 promotion 之一嚟嘅。即係等於你話你話，聖誕節過年其實而家變咗一個 commercial 嘅 festival 啊！即係會係一個即係賺錢嘅商機嘅地址。佢有個好大型嘅 parade 啦，喺 downtown 嗰度即係遊行咧，一路遊到去 Stampede Ground 嗰度。咁啊，呢個遊行咧就犀利咯，即係你諗唔到第二個省份
亦都有車，即係亦都有代表嚟到參加呢個花車遊行。佢哋會整部車整到靚一靚啊，好有特色啊咁啊，甚至無遠到美國啊都有啊。都送花車上嚟。呢啲啊真係好捧場㗎啦，呢啲嚇。我佢因為佢 Stampede 係其實係一個 circuit 嚟㗎嘛，喺美國又有喺 Colorado 啊嗰度。即係輪住咁撞，聽啊！即係咁佢嚟到咁，佢梗係嗰啲即係即刻花車冇曬啦，周圍去啊！係啊，譬如Calgary都會有㗎，花車去美國啊度啊嗰啲聽啊嗰啲嗰啲 stand 邊。有，我覺得 Calgary 亦都係好好著重呢個好即係宣傳啊嗰方面啦。Calgary 個 mayor 咧又帶埋一班嘅。即係市議會嘅議員咧，咁由幾時開始啊？呢個今年嘅 Stampede 幾時開始啊？八月。Stampede 咧就係由七月，會係第一個星期五開始嘅，就為十日嘅。First Friday 咯 ，OK。係啊，所以咧就即係而家我咧行我都。咁你記住影多啲相，等我哋睇下嗰啲情況。兩個 email 俾你啊，咁咧即係其中就係即係有一啲嘅 invitation 嚇，都係。如果你可以即係行得開，咁咪過嚟之後 feel 下呢度個 Stampede 嘅氣氛係點樣咯嚇。咁另外話俾你聽咧，就話你上次咧提過就話嗰個即係Gay Pride Gay Day 啊，即係話同志日啦。咁你話俾你聽就今個禮拜日咧就係多倫多嘅Gay Pride Day啦，即係同性戀日啦。今個 week 嘅成個係 Pride Week。今個 week 即係由今日開始。一路成個禮拜，成個禮拜都係，就係響星期日咧，就有個好大嘅，有個好大嘅同性戀大遊行嚇，咁就到時或者我都 send 翻啲相俾你睇下啦。OK， 好啊，咁就今日嘅 Calgary update 到此為止，咁啊多謝曬 Joyce， 咁我哋下禮拜再傾，下禮拜咧會係我哋最後一今個季度咧最後一次嘅即係 Calgary update 啦，好嘛 ？OK， 係啊係啊，因為即係我亦都係會去放假咁樣，然後我哋繼續再翻嚟，係咁樣嚇，暑假咁樣，冇錯啦。我哋啊，下個禮拜我再見過啦，好。多謝曬你，唔該曬，拜拜。拜拜。唔好俾啲牛炒親踩親喎嚇，記住。一个近距离全接触的演唱会，全新制作，极具创意的音响灯光效果，由展艺专业音响及制作有限公司主办。张伟文0606最好听演唱会将于6月24日、25日星期六日晚上8点整，加座 Hilton Street Ballroom 演出，特别嘉宾罗文庄小姐，票价72元、88元、108元、128元。售票地点万锦广场，逢星期一至日；太古广场，逢星期五六日。票务热线416-312-1268。一个近距离全接触的演唱会，全新制作，极具创意的音响灯光效果，由展艺专业音响及制作有限公司主办。张伟文0606最好听演唱会将于6月24日、25日星期六日晚上8点整，加座 Hilton Street Ballroom 演出，特别嘉宾罗文庄小姐，票价72元、88元、108元、128元。售票地点万锦广场，逢星期一至日；太古广场，逢星期五六日。票务热线416-312-1268。一个近距离全接触的演唱会，全新制作，极具创意的音响灯光效果，由展艺专业音响及制作有限公司主办。张伟文0606最好听演唱会将于6月24日、25日星期六日晚上8点整，加座 Hilton Street Ballroom 演出，特别嘉宾罗文庄小姐，票价72元、88元、108元、128元。售票地点万锦广场，逢星期一至日；太古广场，逢星期五六日。票务热线416-312-1268。一个近距离全接触的演唱会，全新制作，极具创意的音响灯光效果，由展艺专业音响及制作有限公司主办。张伟文0606最好听演唱会将于6月24日、25日星期六日晚上8点整，加座 Hilton Street Ballroom 演出，特别嘉宾罗文庄小姐，票价72元、88元、108元、128元。售票地点万锦广场，逢星期一至日；太古广场。